人啊，爱真殷勤呐，咱爱经营自心田呐，勤修精进念，出世无量业啊，忏悔福慧心。意思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啊，咱爱精进，袂用个懈怠哩。修行啊，好亲像农夫伫咧耕田，所以咱必定爱好好甲即苦田啊，杂草爱去除，有石头爱搬走。让它整棵的田啊，就是真正的清气的土，有好的土啊，咱来下种子啊，才会当有好的修行。所以出家人修行者名称为福田精，在福田精也阁有一个意思，除了咱自经以外，咱也阁在甲这个福田呐、啊，也会当教人安怎经啊。所以福田从心经营，所以咱要经营一苦禅呐、啊。咱都爱真勤修精进念，咱的念头若无精进啊，其实呢，人世间啊，真多的陷阱哦，会使咱呢心会偏向，是害大啊啊，那就对路了。或者是呢？一念的偏差，行为错误，那就差乎你失千里咯。所以咱这份对准了圣道的方向，咱都爱勤修精进，顾好这个念头，那一旦安尼啦，出世无量啊！就是清净无烦恼，咱前面嘛讲过去啦。有当时阵这个业力啊，嘛会装饰这个世处。这个世间啊，有真多的陷阱啊，伊甲伊装饰啊，互咱呢的心啊，无法度好自己，伊会甲咱游引去啊。所以呢，这种装饰世处，咱若无好好自我警惕啊，咱所做的业呢？在在处处，不管你是出家或者是在家，不管你从事什么款的行业，这个陷阱呢，都是在咱的周围，真紧啊，都会把咱诱引去。所以，咱要常常提高警觉，所以忏悔的心啊。爱定定在咱的心中，对人对事一切呢，咱袂用个定定讲，我拢无唔对。人若无欢喜，就是咱唔对的时阵啦。代志做袂顺利呢，那就是咱无用心的时阵。所以咱爱时时去忏悔心。
有了忏悔的心啊，那就福慧心啊，时时咱都会当身心灵动啊，所做的代志都是正确。正确的代志就是利己利人啊，这就是福。会晓利己利人，那就是因为智慧啦。敢是甲大家人讲过去啊？福从祖宗得欢喜嘛，慧从欢喜得自在啊，对啊，伫善解欢喜中来得自在，所以啊，这个一旦付出，人人都真欢喜啊。那若咧付出呢，若无善解，都无法度。所以在人群中啊，咱来必时时呢，善解啊，欢喜啊，咱才会当真正的安然住在超越欲处吼。下面这段文啊，就安尼个讲啊，不服思维，求离世解脱啦。所以六道苦报，种种不同行类各异。这段文是性上面啊，人讲这个业，业者令众生世处。在在处处，这段文吼，那么也就是咱唔通过去思维，去思维什么啊？哦，这个思维这两字啊，那就是会予咱去作业。思维就是见思，咱的见解。思维，这个见解思维呢，会予咱起三种的性。都是无明啦，但以三业建造三种业力的因缘，这三种的业力呢，一种就是善业，一种就是恶业吧，另外一种呢叫做无记业，这叫做三业吼。所以咱有当时会讲善恶无忌，也无要去做好，也无要去做歹的代志。